突然冲锋了，想当个千万富翁，然后呢别的也不会弄，照片成本最低，是吧？截个屏都是一张照片，所以卖自己的照片，一张一万，卖给1000个人就是1000万。为啥我冲锋了？为啥卖照片？图云为啥卖照片？冲锋了。以后别人问图云，你这为啥卖照片？他的原因是啥？啊，他有啥发心？你就告他，我冲不是图云冲锋了。然后你说我买了一张，你为啥卖？你说我也杀当家了。动则变，变则通，所以就开始想起招。我想来想去，我决定开始卖照片。所以你们能不能支持一下我啊？支持我就点击下方链接买我的照片。我这促销政策就是买了照片可以请我吃饭，买3张照片可以请我吃2顿饭，买这个这5张以上可以在我身边待一周照顾一下我，帮我扫个地，打扫个卫生，倒倒茶，暖暖水，这就是买我照片最大的福报，最大的赠品。